全力追赶中国也赶不上。美国空军未来的一栖预警机为何仍然落后于中国一截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傅前绍。近日美国空军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12亿美元的合同，开始采购为澳大利亚空军设计的一栖蝎尾预警机，目标是更换快速老化的 E3 预警机机队。但是第一架美军列装的一栖预计要到2027财年才能投入使用。用波音公司的话说，一栖采用了有源相阵雷达，这可比 E3 采用的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先进一代。因为 E3 的雷达天线罩转一圈需要10秒时间，而它监控的目标可能速度很快，雷达特征也不是很明显，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丢失目标。有源相阵雷达可以连续不间断地凝视重点目标，从而可以为美军提供高质量的态势感知信息保障。一栖预警机的平台是用波音737改的，它在每个发动机上都安装有两个90千伏的发电机，总共呢4个，这意味着它可以为有源相阵雷达提供360千伏安的持续功率。该机安装的 L 波段的雷达天线大约有10平方米，拥有较大的预警范围。美国人声称雷达天线的大小非常重要，天线尺寸越大探测距离越远，因此预警机的地位远不是战斗机和无人机所能比的。美国空军的 E7A 计划在2025财年开始生产，第一架量产机将在2027财年投入使用，总共将采购26架。有点讽刺的是，美国在预警机方面不只是落后于中国，还落后于澳大利亚、韩国和土耳其。因为E7的装备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，美国空军给出的解释是，20多年来美国空军以没有空中力量、没有海上力量，甚至防空能力都极其有限的对手作战，因此E3预警机足够用了。而未来如果与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和朝鲜发生冲突，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，这使得日益老旧的 E3 预警机无法承担作战任务。就算美军在2027年装备了 E7， 仍被质疑其生存能力相当有限，尤其是在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，美国人对中国的歼-20发射远距空空导弹打击预警机的战术没有好的对付办法。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说，如果我们输掉了电磁频谱的战争，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。这是美国军队对更新 E7 预警机紧迫性的一个解释。但是 E7 对比中国的空警500有性能上的优势吗？其实美国人非但没有优势，还有劣势。E7 蝎尾采用波音737-700为平台，这是世界上装备数量最多的客机，其出勤率、舒适性和适应性都无可挑剔。中国的空警500平台是运9，可能在舒适性上要差一点。E7采用的平衡木顺天线，口径可能要大一点。理论上讲，似乎探测距离呢也要远一些，但是它的有源相阵雷达的技术要比空警500落后一代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空警500的探测距离以及处理目标信息的能力要比E7更强。另外，与空警500相比，采用平衡木式天线的 E7 在360度探测方面存在着死角，这一点呢又远远的不如空警500。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它的雷达天线面积稍微要大一点，发电能力呢也强一点。 E7A 在9000米高度飞行时，对空中大型目标的最远探测距离号称能够达到850千米，对战斗机的下视探测距离为370千米。该机的雷达有3种工作模式，高重频模式主要用于探测普通目标，低重频模式主要用于探测地面及海上目标。不过 E7 在多功能方面与中国的空警500相比仍然落后，因为该机的缺点也不少。其最大的问题是两个天线只能覆盖240度，无法实现全向覆盖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E7还使用了一个位于顶部的顶帽天线，以弥补探测盲区覆盖前后各50度的方位。
但是这个雷达天线的面积可就不够看了。要注意，中国的空警200也使用平衡木天线，是一种更低端的预警机型号。可以说空警200和 E7 基本上处于一个水平线上。另外，美国卖给澳大利亚的 E7 虽然是有源相对雷达，但是其技术不如中国的空警500所采用的数字阵列雷达。如果美军的自用版不升级，在最基础的信号处理能力上还落后于中国的空警500一代，中国的空警500采用的是氮化镓器件所组成的数字阵列雷达，能耗更低，故障率也更低，属于领先一代的技术。另外，空警500预警机的天线孔径虽然相对小一点，但是它采用的是三面阵雷达天线，全向覆盖能力强，目标信息的更新性能更优异，可以为战斗机提供更好的战场态势感知。中国的空警500探测隐身飞机的能力很强，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美军的 F-35。 该机曾经以歼-20隐身战机相配合在东海上空，给美国人已经上了一课。而E7蝎尾是否具有探测隐身目标的能力仍然令人怀疑。总体而言，美军的E7不像是一种未来型的预警机，更像是过渡型号。